别说打出山门，你连禅房也难出去。哎，师兄，你用的什么招啊？我以前怎么没见过啊？师弟，看好了，罗汉十八手。来吧，十八手。水罗汉。 如来，落如去。罗汉掌，师兄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是你这次下山。 我绝对不会把这掌权交给你。多谢师兄。
四师兄又过了一关。老四，还接着来吗？看我不服！二兄，呀！老四，我看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。想让我死心，除非把我打死在这山门之下。呀！你放开我！老四，放开我！你冷静点。老四，你和公主到底怎么回事？还不愿意说吗？老四，我是在王宫和公主一起长大的。你是王室之后？不是，我母亲是公主的乳母。我父亲去世的早，王后特许母亲把我也带到宫中，我就成了公主的玩伴。长大之后，我在王宫做了侍卫。一位公主和你王宫侍卫的感情是不会有结果的。可我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了。后来我们决定私奔，远离长安，逃到北方去生活。我们约好出发的那一天，我在城门等着公主，没想到等到的是王宫的士兵，他们把我抓了起来，随便勾织了一个罪名，后来把我发配到了边疆。我在边疆服罪几年之后，九子一生逃了出来，回到了家乡。母亲已经去世了，我举目无亲，万念俱灰，才来到少林。没想到公主她一直还在等着我，为了见我，她竟然一个人逃出王宫，找到了这里。公主来到少林寺之后，我一直对她很冷淡，我不想和她这么一错再错下去，所以我藏了几年的话，我一直都没有对他说。我想让他安心回到王宫，把我忘掉。可是他走了之后，我才发现我自己都做不到。现在公主在山下被叛军抓住，你还要让我在这里安心习武袖手坐禅吗？钟声响了，要是响到第三遍，众师兄出来的话，他就走不了了。老四，你来了，师父让我在这里等你。哼，大师兄，我知道自己的功夫远不如你，你这一关是最难闯的一关，所以师父才让你最后一个。哼，但是无论今天能不能闯得了关，我没有给自己留回头的路。大师兄，
得罪了。呀，破！四师弟，我不想让你走。平时他们几个欺负我的时候，只有你站在我这一边，你这一走，我怎么办啊？大师兄，你还是快点出手吧，再不出手，我就打出山门了。好吧，来吧。呀！你来真的？四师弟，得罪了。老算，你还是跟我回寺里吧。呀！怪舍不得的，师傅让我过来盯着你。四师兄在闯关，大师兄在跟他比武，让你不要瞎搅和，否则的话就把你赶出山门。我哪儿瞎搅和了？就凭我这两下子，想搅和我也搅和不进去啊！哼，这回算你长脑子。老四，咱先说好了。如果谁先占地的话，谁就输。如果我输了，你就可以下山去了。如果你输了，你就乖乖的跟我回寺里去。哎，怎么样？这，哎，就这么定了。
老四，这可是第二遍重生了啊。大师兄，我来帮你了。师兄，我来帮你来了。我也来帮你了。我来了。哎呀！啊！大师兄！大师兄！大师兄！啊！你！大师兄！梅兄弟！梅！你这个叫花子！你在干什么？谁让你帮我的忙的？我在一边看着，我替你着急呀、啊。梅兄弟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这不是帮大师兄，你是诚心欺负大师兄。我没有啊。徒儿告辞了。快快走，快呀！我快走呢，快点！哎，你别踢我啊！你给我站住！梅兄弟，我不管你是想帮我还是想欺负我，你得跟我到师父面前说明白。哎，我有什么好说的？是你自己功夫不到家，放走了四师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要不是你跑出来，让我摔了那么一下子，老四他怎么会下山去呢？你让我摔那一下子，我也不怪你，我也不疼，跟挠痒痒似的。可是你把老四放下山去了，这事情可就大了。你说怎么办吧？大师兄，你别生气啊！你听我跟你说，老四闯关，跟老三、老二交手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出面嘛。哎，所以呢，他势如破竹，连闯两关啊。哎，到了你这最后一关，我也替你担心不是？我就怕四师兄啊，闯过你这关，你没办法跟师傅交差，所以我才出手帮你嘛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可是。老四还是跑上山去了，都是因为你们帮忙。大师兄，你错怪我了。不行，你还得跟我到师父面前说清楚。钟响了，你们两个不要吵了，师父来了。师父，慧忍他打下山去了。慧人的功夫远不及你，他是怎么会打下山去的？都是因为梅兄弟，我正和老四交手，他突然跑出来把我拦住了。师父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本来是要帮助大师兄的。慧空，在，去把梅兄弟带到后院去站桩。师父，我不该受罚。师父，走。哎，师父，去。哎，师父，哎呦，哎，你，哎。师傅，师傅，我走。师兄，你轻点啊！走。哎，师傅，慧远呐，刚才虽然说是因为有梅兄弟从中作梗，才得以使慧人打下山去，但是慧人是从你这一关逃出去的，所以我看。还是应该由你把慧人带回来。是师父，我这就去。嗯，记住，不能让任何人伤害慧人，一定要把慧人完好无损地带回来。是的，师父，我记住了。大师兄，回去把湿衣服换了吧。哦，我换衣服就走。
公子，将军有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帐。哼，你算是什么东西？给我滚开！末将有军令在身，恕不能从命。你找死！将军还吩咐末将，如果公子执意闯营，可将公子绑了去见将军。一个和尚在这里啊，没准是个行脚僧吧。接了太子和公主往大帐外面去了。混账东西，几十万大军都挡不住个和尚。哎，快点啊，三师兄。哎，几位君，打听个事儿，你看见有一个胖胖的憨憨的和尚从这里经过没有？哎呀，有，去吧，往那边去了。哎，多谢，多谢君爷。哎，奇怪了啊，将军是不是要做什么法事？怎么这么多和尚？不要恋战，不要紧。看来山沟里至少集结了数十万大军，大队人马赶过来，一个也别想跑。知道。
二师兄，我们上吧。哎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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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二师兄、三师兄，你怎么过来的这么晚啊？臭小子，看你跑得那么快，还以为你自己行呢。四师兄，不用害怕，我们来救你了。你们全来了！太好了，一定是师傅让你们来帮我的。一个人当两个人使，他给我全包了。还，摆阵！不对，雷兄弟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可要成功！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们全说我来了。我成功！哎你们兄弟少了一个，就让我来顶替吧。别怕啊，我来了。哎，哎呀！来，我还俗，你走到哪儿，我就跟你到哪儿。好，我走到哪儿，你就跟到哪儿。多谢各位师兄。
公主她安然无恙。咱们继续往前走，过了山坡，有一道山谷，那山谷很窄，大队人马过不去。尉迟雄就算追过来，他也不会轻易用险兵追击，所以，只要进了山谷，就安全了。太子、公主，请带上小人一起走吧。这位老伯是？哎，就是这个老伯去少林寺给我们送的信。哦，对了，带上这位老伯吧。尉迟迥知道是他把我们从营帐里带出来的，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既然这样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快走吧。秋秋，给我备马。刚才将军领了那么多人去追，最后还是让公主给跑了。跑了？哎，听说救太子和公主的只是几个和尚。和尚？哎，今天晚上碰到好几波和尚，原来他们是劫营的。这话可不能讲出去，将军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治你一个知情不报的罪。哎，军爷辛苦。请问有没有见到我师兄从这儿过去啊？师兄？啊。哎，又是一个和尚，有好几个师兄，其中一个最帅气的，还是当今驸马呢。什么驸马？先把他抓起来，交给将军再说。快！你们抓我干什么？我不就是问问你们见没见过师兄吗？停！撤！撤！下马，上山！回大帐。船家，船家，船家，船家！哎，
在那儿呢。哎，船家，过来过来，我们过河。公主姐姐，咱们上船吧，这么大的船肯定能盛得下咱们。船家，船家，我才不跟你们下山去呢，我回寺里找师傅去。二师兄，等等我。怎么好像是三弟的声音啊？你们听到没有？肯定是你听错了吧，三师兄早跟大师兄回少林寺了。他们回去也好，回去陪陪师傅。咱们都跑出来了，就剩慧空一个人陪着师傅。他也，五师兄真够可怜的。五师兄就是那个年龄最小的吧？哎，对，就是他。既然他是最小的，没兄弟你怎么管他叫师兄啊？谁让我进佛门进得晚呢？哦。这船有点慢呢。二师兄，船上有杀手，等等我。二师兄，船上有杀手。是老三，我也听到了。哎，肯定是三师兄变卦了，不愿意跟大师兄回去，追咱们来了。船家，你停船干什么？哎，你这个人，你怎么搞的你啊？小心！哎！
救救我！二师兄，小心！对手，护好公主，我来对付他。臭小子，把你扔下，我们这一路还不憋死啊！对对对，快点追他们，他们还在前面呢。快快来！师兄，少林金刚手！少林高僧见识了，后会有期。二师兄，二师兄，
公主呢？公主不见了。哎，四师兄呢？四师兄也不见了。四师弟，四师弟，四师弟，四师兄，四师兄，老四，老四，四师兄，老四，公主姐姐。哎，看看，在那儿，公主在那儿。四师兄和公主谈情说爱，多难受！想起那条蛇真可恶，为什么要咬公主的腿呢？我就不明白，这佛真有吗？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那么美吗？真有那么美吗？有。阿成哥，他们呢？啊，他们先去雨城报信儿。我们也赶快走吧，去追他们吧。你没事了？我没事，赶快见到阳间大将军才是大事儿。好，梅兄弟，来，梅兄弟，梅，你叫不应他了，是你，没错，是我。我们会过面，而且我发现你们师兄弟几个功夫都不浅，但是比起我来，你们还弱了点儿。如果和你们五个人交手不划算。因为我只是拿到把公主抓回去和杀掉你这个小和尚的钱。谁让你这么做的？当然是尉迟大公子了。他给你多少钱？是我满意的价格。你放我们走，我会给你比他更多的报酬。你给不了，你没那么多的钱。我有，我是公主。但是你只有嫁给尉迟公子，你才能恢复公主的身份，所以你付不起酬金。赫儿，别跟他说那么多，他是个职业杀手，他是冷血动物，他不会动心的。说得好，我的职业就是要求我不背叛主人。如果我再拿你的钱，那么我就成了一个没有信誉的人了。你要杀掉我，必须这么做。那你保证不伤害公主？我说得到办得到。
那好，贺儿。出手吧。你没听说过我的名分，我叫天人斩，我的这把刀要过1000条人命，我从来没失过手。这说明你的罪恶更大。为了减少我的罪恶，我有个建议。你自己从这山顶上跳下来，或者你自己一头撞在这石头上，这免除了我的罪名，更成全了你的美名，免得别人说你败在我的手下，是我杀了你。千人斩，你太狠了吧。所以我叫千人斩，我斩了1000个人，更有上千个人恨我，恨不得把我斩掉。千人斩，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，惩治你这个恶人。呀！公主的名分，我再听你的吧。从来就没有活人。那你要是杀他，就先杀了我。我必须活着把你带回去，交给尉迟公子。我可以跟你一起走，不过你必须放了他。哎，还有，你要是敢杀了他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你活着回去的。没见过这么痴情的女人，你必须保证安安顺顺地和我去见尉迟公子。可
可以。好，我放他一条活命。那你离他远点。韩晨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好了，我们快走吧，他死不了。坏了，这里也进来坏人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四师兄，四师兄，哎，四师兄，哎，四师兄，四师兄，快，师傅，快救救四师兄吧！哎呦哎呀，二位客官，哎呀，请楼上请。二位是吃饭呢还是住店？既要吃饭又要住店。啊，哎呀，吃饭可以，这住店恐怕没有房间了啊。是吗？哎，真的没有房间了。客官先上楼上用餐，房间我再给你看一看啊。来，坐这儿吧。来来来，我们喝着啊。来，站站着。西月，咱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呀？这龙门十三客栈是进入长安城的最后一家客栈，所以热闹非凡。和平年代客人就很多，更别说这个时候了。客栈里挤满了各种各样、形形色色的人，有达官贵人、平民百姓，还有武林中人。那咱们在这里能干什么呀？这里打听消息比较方便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啊，你听。哎，我听说啊，尉迟迥包围了长安，现在连鸟都飞不进去了。那这生意没法做了。哎。这下百姓有罪受了。不会。为什么不会啊？这大周皇上会主动放弃皇位？不会吧。大周皇上这人呐，心太善。做皇上要是心太善呐，这个皇位啊，那就做不长喽。我看未必。那不信咱们走着瞧吧。你听，下面该说你们少林寺了。哎，听说这次少林寺的和尚也卷入了这场纷争。少林寺和尚啊，是关少林寺和尚什么事儿啊？是啊，听说公主爱上了一个少林寺和尚。哦，有这事儿啊？哎，这事儿也不是什么秘密，长安城内是人人皆知。大周皇上不是早已经把公主许配给了尉迟迥的儿子尉迟佑了吗？公主与那少林寺的和尚是青梅竹马，不爱尉迟佑。哦，那尉迟迥包围长安，是不是因为公主不爱尉迟佑啊？尉迟迥早有谋叛之心，除了你和周武帝，人人都看出来了。谢谢您把我和大周皇上比。哎，还听说呀，公主出了皇宫去了少林寺，公主离开后太子也离开了。照这么看来，
皇上不就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了吗？是啊，文武大臣百无一用，唯一可用的人杨坚又远在禹州。如此说来，大周皇上只有放弃皇位了。那都未必。你怎么老是未必未必的？果真未必吗？哎，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京城里的人都这样。哦。大师兄。小二，大师兄，你等一会儿。一坛酒，二斤牛肉。二位，您要点什么茶呀？我这儿可有铁观音、龙井、毛尖儿，还有普洱。你要点什么？说那么多干嘛？倒茶。哎，好。哎呦！啊啊！哎呦哎呦，对不起！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客官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再说了，我又没烫着你，哎呦疼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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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，对，对不起啊！哎呦，哎，长得挺漂亮的啊！
公主，你怎么了？我被他下了迷药。来，我们走。师兄，我看咱们就在这儿住下吧，我又累又饿，实在跑不动了。哎，对了，听说啊，这是到长安的最后一家客栈了，再不住下往前就没得住了。好吧，我也又饿又累，住下吧。啊，这这四师兄，你武功全失，肯定比我更累更饿。哎呦，二位客官，哎呀，请请请请请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哎，慢点慢点，来，马给我，走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四师兄，啊，坐，啊，小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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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二，哎呀，这不是给二位牵马去了吗？哎，来点什么？有什么现成的全拿上来，饿了一天了，快不行了，快快快！好嘞，马上来啊！快点啊！哎，来了！哎，这是你的，哎，这是你的。啊，两位还要点什么呀？现在夜已经深了，本店一切东西都是半价。还有啊，二位吃饱以后，要是想休息的话，我可以问问有没有房间啊？啊，嗯，好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客官，那么那个，这个，好，四师兄，四师兄。我来。啊，对，那你慢用，慢用。早点休息吧，四师兄。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啊。这里怎么有鹤儿的味道？哎，有公主姐姐的味道，我闻闻。哎，四师兄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四师兄，四师兄，你让开！四师兄，四师兄，让开！四师兄，你瞎找什么呀？鹤儿一定在这儿。四师兄，公主怎么可能在这里呢？鹤儿肯定在这儿。哎呀，公主不可能在这儿的。肯定在。四师兄，四师兄，你别瞎找了。四师兄，哎，四师兄，哎，四师兄，你要找公主，也得等到明天啊。鹤儿现在有危险，我怎么能等到明天？四师兄，你现在去了有什么用？你能打得过千人斩吗？
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收获，尉迟迥公子会奖赏我的。就算我打不过他，我也要去，我一定杀了千人斩。哎呀！你没有杀掉杨坚，那你回来干什么？我带回来了公子的尸体。这不是我想要的。那群小和尚把杨坚看得太紧了。你这个不孝的逆子啊！活着的时候不愿意帮助父亲，死了以后你就替父亲办件事吧。杨坚的部队到哪儿了？还没有走出灵堡。天黑之前进城，能攻下来吗？我了解宇文邕，只要我用个计，他会乖乖的把大周的天下让给我的。你去，给我截住那些和尚，别让他们到长安城。皇上，死的是叛贼的儿子，罪有应得。您为何伤心？您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尉迟迥连自己的亲儿子都敢杀，此人凶暴之极，由此可见。如果他带兵攻入长安城，不知又有多少平民百姓人头落地，长安城必将血流成河呀。皇上，难道我们在劫难逃了吗？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传令开城。开城？皇上。四师兄，赫尔一定在这儿。哎，师兄，四师兄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啊？赫尔不在这儿。啊？哎，四师兄，哎，师兄，你。啊？好痴情的和尚！来呀，公主在屋里，进来吧。呀呀！
三师兄，好啊，和尚，你们都来吧，快，快教训他！你们俩赶紧帮二师兄和三师兄，我去救公主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谢谢啊。
既然你不怕死，我就成全你。你们谁敢上来，我就杀了他。只是一些皮肉伤而已。你还撑得住吗？我还撑得住，放心吧。韩晨哥，韩晨哥，你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你要撑住，撑住啊！
二舅，我胳膊抬不起来了。把手按在地上，按结实了，用全身的力扭动肩膀，用力扭。Yeah!